一天捡了五棵树，第二天四棵，一共捡了九棵。哎呀，每棵树按八块钱算，小时候背乘法口诀表那是张嘴就来呀。八九，哎，八九六十四。哎，再加上之前李老板欠我的工钱，让我算算，50加100再加100，250呀？什么？花头强，你说什么？哎呦，花头强，你说谁250呢？啊？